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我们今天来台中旅行，第一站造访位于石冈的电火圳生态步道。我现在在步道路口，先看一下导览解说牌。电火圳生态步道，我现在位于起点八宝圳闸门口，这一路走到终点的社寮角发电厂，来回5公里。这是八宝圳水闸门，八宝圳左侧是电火圳。这是完工于清道光4年的八宝圳。左侧是电火圳。八宝圳完工于日治时代大正10年，是当时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引用八宝圳的水源，流向社寮角发电厂进行水力发电，从此让石冈地区的家家户户灯火通明，所以这条水圳就被称为电火溪。电火等会就是电灯的意思。水圳生态步道平稳好走，走起来非常舒适。不过今天水圳的流水好像没什么流动。这里有电火圳的简介。目前电火圳每年能够供应600万度的发电量。前面这里有个休憩凉亭，这是新完工的造景，还没有拆模。电火圳生态步道设施非常的完善，看起来蛮新颖的，可能最近有刚整修过。点灰准，今天社寮角发电厂可能在公休吧。电火圳的水几乎是停滞状态。电火圳生态步道很老少咸宜的一条步道，走起来非常的轻松。这边有右岔路往慈云宫250公尺，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凉亭，前面这里是沉沙池。下面的小路有一间土地公庙，这条小路往土地公庙，我们回程再去造访。今天蛮幸运的，电火圳生态步道刚刚重新整修过，连指标都是新的。步道左右的栏杆护栏都非常的新颖，前面有一座凉亭，猫头鹰凉亭，可爱的猫头鹰，还没有拆封。前面是第4座凉亭，这里有良好的展望。电火圳，电火圳，这是新完工正准备破茧而出的蝴蝶。今天蛮幸运的，刚好遇到电火圳生态步道新整修完毕。如果是前一阵子来的话，说不定遇到步道封闭整修就没办法进来了。所以旅行的际遇有幸与不幸，今天是幸运。前面接马路，过马路之后继续衔接步道，往社寮基础750公尺。左边的马路通往石冈国中，我们仍取直行。
左侧这里有一条步道通往石冈国中，这是以前的古道，山上农家通往石冈市区走的一条山路。现在走的这段生态步道就还没有整修，左侧的护栏都是旧的，右侧也没有新建围栏。这边的边坡有崩塌，现在已经整修完毕了。所以可能在整修期间，这条小发电厂没有发电，所以电火圳的吸水几乎都没有流动。我们抵达电火圳生态步道的终点，社寮角发电厂。电火圳生态步道长 2.5 公里，我们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，抵达步道终点社寮角发电厂。那我们就在这边折返。回到梅子古道了，梅子古道集贤亭，这里有三块石碑，这是昭和十四年继父石材方明，他写成其父驾虎，就是捐赠的意思。集贤桥，古道入口的集贤桥，是民国37年修建的。最右边这块是民国92年立的石碑，介绍梅子古道的由来。梅子古道建于民国17年，应该是昭和3年。后来因为公路修建之后，古道湮灭。民国92年，社区人士重修这条古道，作为民众休闲健行之用。电火圳上面这座桥梁应该就是集贤桥。这边古道通往山脚下，回到国中二号桥了。回车我们去看一下土地公庙，庙后方有一棵老樟树，旁边还有一棵枫香老树。福德祠的庙联就是用本地的地名作为起头，土牛，这是土牛开基伯公庙，已经有200-300年的历史了。乾隆年间，客家人进入东势拓垦，与本地的泰雅族人发生激烈的冲突，后来官方在这里挖掘土牛沟，并在乾隆26年立了一块土牛碑，作为汉番界限。这块土牛碑目前还保存在土牛国小的校园内，见证了这一段拓垦的历史往事。东势的开拓以刘姓家族最为有名，刘姓家族在土牛的三合院故居，现在就是土牛客家文化馆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古厝。我们离开土牛福德祠，就继续走这条乡间小路，前面应该有步道可以接回电火圳生态步道。前面右边有步道，我们从这里走回电火圳生态步道。爬上来了，我们回到电火圳生态步道的入口了，这样来回5公里，差不多走了2个小时。
这条步道刚完工，设施非常的完善，是老少咸宜的一条步道，啊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今天的电火镇生态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公车有点远。